刚把这小家伙洗完澡，然后把它哄睡了。我今天已经有一天没有出门了，因为现在不知道外面的风雨如何，不敢带宝宝出去。说句实在的话，挺担心的。就是昨天发了一个视频，看了一下那个评论，有个朋友就说，只要一个人阳，全家都阳。虽然说不太确定海娃是不是啊，但是他有一些症状还是蛮像的。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，其实我自己的话倒是不怕，最主要的就是怕宝宝嘛，因为他才5个月，体抗力比较差一点。而且的话，我们家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没有什么那个预防的药，会用药那些不知道管不管用。从昨天到现在，海娃一直在楼上，我们都没有跟他接触了。爸妈呢，他就是也有出去赶场，毕竟赶场来来回回的人比较多吧，也不知道接触过什么人，有些人会怎么样，所以说心里面比较担心。这段时间的话，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看宝宝，我们也没带他出门。爸，你醒了啊？啊，连睡了多久啊？睡个咪咪搞。妈妈还说上去看一下爸爸呢，看一下你爸爸怎么样了。他一个人在上面，感觉又怪可怜的。叫奶奶过来陪你，妈妈上去看一下爸爸啊，知道没有？知道没有？好，你坐好。妈妈，妈妈，你乖一点，喊一下姥姥喽，不想去洗澡。戴个口罩，去看一下他。现在上楼去看一下他。咦，还没开灯啊，天蛮黑的。这时一个人在这挺可怜的，有种孤家老人的感觉。哎，那么开灯啊？在哪？在哪？嗯。有水吧？嗯。你怎么样了？没啥子，好打湿了。你冷得很啊，还开一个小太阳。我盖了两床被子。开的这个暖和一点。你要不要吃东西啊？不要。你要泡澡的干，你不喊笑啊？我想看一下你。没意思吗？我比你昨天好多了。你看明天就能好，我现在身上已经不痛了。啊？我身上已经不痛了。不痛了。嗯，只是鼻子有点足。那你喉咙痛不痛？不痛。我昨天发的视频，你看评论没有？我看得好。看得好？那你有没有那种症状呀？痛死了。他每个人症状不一样，知道吗？每个人抵抗力不一样，症状不一样。你不能，我就是全身痛，然后的话，今天是不痛了，然后就鼻子有点足。你不能站起来跟我说话吗？有那么冷啊？冷啊！我北客，冷北行。哎呀，你快，我真的是那个啥，这传染给你不好得，你快下去了。戴着口罩的。嗯。戴着口罩。你看我连靠没靠了还？我昨天就是太冷了，我又拿了一床被子过来。我盖了两床被子的课。有发烧没有？没有，没办法。没有，没有就好。嗯。你都不想我们吗？有啥子想想的呀？我在楼上听得到你们说话。真的。我只能听到几个，又不能喊你们。我感觉我们两个现在就是，一个天一个地，要么明天在一个地方，说话还要打电话。你要睡不打电话吗？没得事，哎呀，脑壳有点晕，我要睡觉了，就感觉头晕晕的，真的。好吧，那我下去了。嗯。拜拜。嗯。你莫怕啊，我们在这里的。我不怕。嗯，我还在这里陪你的啊，我们都在哈。拜拜，好好休息，知道没有？
确实有点可怜了，感觉到，哎呀，我这心不知道为啥，就看到这种情况的话，心有点软。好了，海娃说没有什么事情，比昨天要好一点了，我就放心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